说话呀。今天给大家开个八个声音。好。邀约一下，对，不加声音。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站哪儿啊，其实也就是与肩同宽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这么快就起了，然后我们就蹲到小腿跟大腿这个成直角就可以了，就是蹲的时候尽量往下，然后起来的时候伸宽，就是屁股夹紧，尽量做全程。